走上了一个神秘的通道，我发现这个离天空最近的山丘被编织成了云朵。走进云里，我试着感受它的温度。是辛勤的双手把自然中的各种色彩收存在这个小宇宙里，顺着线条往天上望去，看的是云还是我美丽的梦境？徐徐的阳光渐渐地将它化开，而世界还有这么多我从来没发现过的颜色。我对云说了声谢谢后，还悄悄地倾诉了许多心里的秘密。